琳琳，你能借大姐6000块钱吗？谢谢你啊，琳琳，大姐有了就还你。姐，琳琳啊，上次找你借的那个钱，我暂时还不上了，你可以再借大姐5000块钱吗？姐，我们是亲姐妹，你要这么说就太见外了。哎呀，最近太不顺了，也只有你能帮我了。哎呀，我先忙了啊，姐，挂了啊。最近太不顺了，妈妈。哎，买这么多菜啊？你先去玩，一会儿我大姐要过来，我要多做几个菜。你姐？你姐不会又来借钱的吧？你怎么说话呢？那是我亲姐，以后她来你可不能提钱的事啊。当年要不是她省着钱能供我上大学，那我现在的我吗？姐，大学我不上了，我出去工作，供弟弟妹妹。胡说什么呢？这个学你必须得上。钱的事儿，你不用担心，姐想办法。可我们家这样哪还有钱上学呀？姐把爸妈留给我的嫁妆变卖了，你就放心去吧。姐，你干嘛呀？姐没事儿。姐就希望你们几个呀都能走出去，好好看看外面的世界啊。姐，你怎么都淋湿了？来，小宝快叫大姨，快进去。我不要，臭臭。说什么呢？来了，姐。哎，这个是借你们的钱，都在这儿。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土特产，你们留着吃，我就不进去了。我这一身味儿，我就先回去了，还有末班车。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快进来洗洗，换着衣服。你的衣服啊，一会儿我帮你洗洗就好了。快进来。哎呀，不用不用，姐这衣服怎么洗都一股味儿，不像你们这衣服都香香的。姐，你的洗衣机多久没清理了？啊，这洗衣机天天洗衣服，还得清理。当然了，洗衣机超过3个月不清洁，相当于在马桶里洗衣服。衣服啊，不仅越洗越脏，还会滋生细菌呢。这洗出来衣服啊，都是异味，还容易身上痒痒的。哎呦，怪不得我这衣服洗出来都一股味儿。那你们都怎么清理的呀？姐，你跟我来。来，姐，我们家啊平时就用了这个。这洗衣机长时间不清洗啊，不仅有味道，还会滋生细菌呢。你一定要养成每个月都定时给洗衣机清洗的习惯，要不然啊，这衣服都白洗了。这个洗衣机清洁剂它是液体的，不需要浸泡，用起来轻松快捷又不麻烦。把它倒入洗衣机内，打开正常清洗模式，等它运转1个小时左右就行。洗完后脏东西也排出去了，内里也干干净净，不仅能有效清洁污垢，而且还有杀菌的效果。洗完的洗衣机都是香香的，洗出来的衣服呀也能放心穿，还带有一股清香味道呢。口红可以不买，但是这个墨萌的洗衣机清洁剂，为了家人也要买。不管你是20岁还是30岁、40岁、50岁，你都会喜欢这个味道。为了家人能够穿得放心，用它杀菌、除霉、除螨总没错。就这款宝藏国货墨萌的洗衣机清洁除菌液，杀菌、除霉、除螨、除水垢。这个墨萌的洗衣机清洁除菌液，你们一定要去试一下。我们家呢，一直都是在用这个给洗衣机做清洁的。我呢，也是一次就囤个4-5瓶的。它好用在哪里呢？成分特别安全，里面有活性氧表面活性剂，能够深层溶解污渍污垢，像洗衣机里面的霉垢、黄垢、细菌、螨虫都不是它的对手。买了它呢，你也不需要再去买什么浴室油、马桶清洁剂了，它一瓶就能直接承包家里的所有卫生。真的，你就买它，高品质国货真的不会让你失望。姐，你再闻闻还有味道吗？哎，没有了，闻起来还香香的。上次活动我买的多，你回头啊拿几瓶回去。哎，好。这么好的东西你在哪儿买的呀？会不会很贵啊？不贵的，点击头像进入直播间就能购买了，还有限时优惠活动哦。